triggered after underwater landslides were set off by an eruption from the Krakatoa volcano. 海啸来袭时，很多车辆都泡在水里，海水退去后，许多车早已不在原地，而且车身凹陷变形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，海啸发生在当地时间22号晚间9点半左右，位于巽他海峡附近的万丹省受害最严重。People are dead after a tsunami struck the Sunda Strait in Indonesia. 阿广，我的家，你看这一年，苏曼达拉，你看李依晨、吴敏琪，其中两名大人海啸发生时被重重砸中，脚部刮伤，无法行走，伤势比较严重，有小孩也刮伤，但伤势比较轻微。目前在山区避难等待救援。当地官员表示，海啸涵盖范围极大，灾情数字目前还在统计当中。谢腾荣，综合报道。准高雄市长韩国瑜就职典礼倒数2天。